你去那个签名的地方，你在那儿能看这么久吗？你看，哇，绝了！姐们，你说我这地方找的怎么样？我这地方找的怎么样？你在那个签主持人那个地方什么都看不见，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后场。欢迎弟弟，欢迎走直播。昨天我有在现场看到，他被挡住了，他一下被挡住一下那个。当然不是在看谁，所以大家也要期待一下。是吧？我虽然拍真真活动就拍了两三次。谢谢小伙，谢谢弟弟。因为红毯最近这两年红毯走的不多，但是拍别人红毯拍了很多。我现在又没挡着，在聊天，聊得好开心。他笑得多开心，姐妹们，看真真今天多开心，是不是？他现在在后场，知道吧？还没到他走红毯，现在正在这儿休息，相当于，等一会儿到他了，他就开始走了。哇，咱们真真这个身材，这个脸，太帅了，这。我这盯着这儿能看一天，要是这我这手要是能不抖的话，我能看一天。那两个手一都举着手机，真的太酸了，手一直举着太酸了。看着真真看到我一会儿饭都不用吃了，太帅了，秀色可餐，这多帅，姐妹们！你说你在这儿看这直播，真的，你看哪个直播可以看那么久？官方直播也不会在这儿盯着看那么久啊，是不是？哎，他跟谁打招呼啊？你刚挥了一下手。外面有人一直在喊。下面又是一位。现在让我们欢迎香港新生代歌手曾比特。曾比特2021年在香港出道。手都酸了。手都酸了。金曲奖男新人金奖的得名。近年来，曾比特通过《生生不息》、《披荆斩棘》、《他们好像要进去休息了》等综艺被内地观众所熟悉，一首《初恋》更是脍炙人口。最近，好，要到他们走了。自己的曾比特穿梭巡回音乐会和空格超人式的歌迷见面会。还帮了我，没把你们赶走就不错了。我一会儿看见你们再好啊。你的怎么那么亮啊？我的很暗啊！微博关注他最新的动态，一起。
心情。等一会儿他走的时候，我就喊他一下。帮我看一看跟条腿上，应该很难吧？这怎么？真的？这怎么拍？就是前面经过，有什么情况？还是算了。好的，请留步，请留步。一个小小的问题，因为今天也有你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在现场。对，那我们就请我们的背景音乐下。第一次来到亚迪，说说现在的心情吧。我哋咪都有咁多嘅嘢。下一个问题啊，因为深圳的本地朋友特别多，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一个，来到深圳之后有去吃什么美食了吗？有什么推荐？姐姐们帮忙点点赞啊，送几个鲜花支持一下，鲜花纸鹤支持一下，姐姐们。这么多人哇，1400人呢，我们再点点赞支持一下，我们今天破纪录，姐姐们看了这么久，我们今天好，马上真的要走了，我一会儿要跑了啊，我要喊一下他。下面我们将迎来的是等会打车过来吧，我开的车啊，可以可以。以及掌声，我们有请兄弟团丁真珍珠罗一舟。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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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往这儿看的眼睛们赶紧跑。他往这边，我喊的声音好大，往这边看了一眼。哇，一来咱们真的一来真的现场真的被点燃了。咱们真正一来现场被点燃了。丁真珠有在很多综艺上有很多精彩的表现。那么一周呢，前两天刚刚在我们的爱奇艺尖叫之夜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炸裂的录。丁真看这边，看这边，丁真，丁真，对，两位请站到这边。丁真看这边，两位请站到中间，一起合影留念，看向前方。好，看向左边。看向右边。这人太多了。好的，谢谢各位媒体老师，我们现在要采访问题了。要听清你们最喜欢的哥哥或者是弟弟说话，是不是？其实一周，昨天我们有一起在彩排，然后你也练得非常辛苦，我在舞台上看到了非常多精彩的呈现。那么现在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现在是又忐忑又激动，因为即将又要以舞台表演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了，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带来怎么样的表演？谢谢。很激动啊！
高兴拿到这个奖呢，就很期待，很期待，对不对？对。哦，哎，那听说你最近有在做一个挑战啊？那粉丝们也很好奇，可以展开说说吗？最近我在挑战一个那个攀岩，对，然后和大家期待吧。我特别想问丁真真珠一个问题啊，就是用我用你的家乡话怎么说亚洲音乐盛典？好，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在别的视频当中看见，好不好？卖个关子。阿秋大哥，张希健问题，对，阿秋大哥，张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一周。接下来有什么动态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为什么说今天非常开心呢？因为来到的是我们亚洲音乐盛典，还有另外一个很激动的，就是我也在准备我接下来的新歌了，而且这首歌应该也很快要跟大家见面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谢谢。好的，再次感谢二位，请入内场落座休息，谢谢。好的，我们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哇哦，下面一位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我的师姐某某吴莫愁。现在我们红毯上走的是我们的中国内地女歌手演员吴莫愁，出道至今发布多家